想要什么赏赐？什么赏赐都可以吗？嗯。他果然是清心于我的。哦，宪明哥哥，宪明哥哥，秦墨好想你啊。 都安顿好了吧？嗯，都安顿好了。宣明哥哥，绮梦在天幕城，日夜夜盼着与你相见，如今终于得偿所愿了。绮梦真的很开心。如今绮梦长大了，更漂亮了，倾城佳人，名不虚传。 又在取笑绮梦了，那些都是世人的谬赞罢了，做不得数的。在绮梦的眼里，世间所有的美誉，都比不过宣明哥哥看绮梦的一个眼神，更令绮梦魂牵梦绕。哼，这位姐姐真的好生厉害。 刚刚在门口，姐姐三言两语便压制住了天幕城。公主不会生气吧？怎么会呢？绮梦做梦都想成为像姐姐那样的人，来日方长，今后绮梦还要多多学习呢。公主客气了。那什么，你们聊呗。 我有点冷，想回去加件衣服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